你看见了吗？灰蒙蒙的。看，那个就像我们夏天做的云纹一样，但是比我们矮的，比我们小。现在是我拿着拍呢，看见了吗？我们跟旁边那艘船一起开的，但是它是到其他地方，不跟我们一条线，它是到香港中环去的。我们是去湾仔，你看摩天轮就在那儿。